轮到是王胜伟，这个球出棒打成了在右半边方向的飞球，落点非常的巧妙，结果是那一只安打。跑者线绕过三垒之后冲本垒，这个球回传之后已经是来不及了，被张志豪呢是扑回本垒得分。而且兄弟象队三垒指导教练的王金勇，他自己也快回本垒了。对，王金勇啊，这也是他的一种进步了。这个球是丢过他逃了的一个德州安打哦，连两只安打，马上有得分的效果。对王金勇的一个判断也是正确的。王胜伟这支落点巧妙的安打送回了垒上的跑者张志豪，兄弟象队呢在三局的上半呢是先取得点，目前是取得1-0的领先，连续两支右半边方向的安打。是这个球刘富豪没有办法哦，事实上这个球的一个他守的位置也守得比较深了，德州安打向前移动的时候，张志豪的速度啊，事实上你要抓到他不容易了，因为这个球也不是打得很强劲啊，就是比较打到棒头上的软弱的飞球。那刚刚王胜伟的那一支安打呢，是兄弟象队这场比赛呢在得点圈的第一支安打哈，第一次上得点圈就敲出安打。这个球也坦白讲哦，坦白讲就是又是变化球，今天的费古洛的变化球几乎相对掌握得很好。